Chinese government is calling for all hands to jo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ncluding mechanical ones. Coronavirus. Robots like Pepper are in hospitals at the virus epicenter, directing patients to doctors. Pepper was built by Beijing startup Cloud Minds, one of several companies taking their high tech to the hot zone. Robots do not carry the diseases, and robots can be easily disinfected. They can, you know, face as the first front line with all the unknown patients. Unmanned drones are on the front line too, disinfecting public places, delivering lab samples, and urging people to wear masks. Face recognition software and infrared cameras now identify potential patients. Thermal scanners have been installed at the supermarkets, subways, and in train stations to detect those who have a fever. They're a backup to temperature gauges. Big data, as some local officials say, has become the prevention effort's piercing eyes. Companies like China Unicom now offer a service to list all the cities that you've been to in the past 14 days. My phone says that I've been only in Beijing.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就无法实现与流行病的斗争。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数据、人工智慧等高科技，以及近十年来累积的互联网基础，构筑成了中国抗疫的尖端武器。这里是武汉公安大数据实战应用中心，挂图作战，精准施策。我身后的这张大屏幕就是武汉疫情防控的作战地图，屏幕上所显示的数字就是武汉市下达封闭小区、调配医护人员、扩充病床等重要指令的依据。武汉市在2月17日成立了疫情防控大数据工作专班，利用数字化作战提升效率。你比如说像民政、公安、卫健委、疾控等等啊，我们把这些数据资源都归集到平台上，形成一个基础库。那么呢，这样的话呢，我们以这个基础库为基准，对我们的四类重点人的人员情况、去向等等相关信息呢，进行比对和核查。第一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摸清底数，是吧？第二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把这个相关部门，尤其是我们基层部门的工作呢，提供一些指导。从而呢，形成这整个疫情防控大数据的这种闭环的体系。大数据分析显示，10天前全市发热门诊每天约有5000多人就诊，但是最近几天在2500人左右。尽管减少了一半，但并未出现断崖式下跌，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而在疫情期间，许多城市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在大陆实验多年的互联网医疗，终于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刻。在辽宁沈阳，很多患者选择了互联网诊疗，不仅有效降低交叉感染跟聚集性感染的风险，还能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每天有24个诊室，在这个互联网上开诊。最开始开的有，呼吸危重症科，然后呢有这个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现在逐渐在扩大。为了更好地满足在市民居家诊疗的需求，医疗机构在原本的基础之上扩大了网上诊疗范围，同时药物流转平台、药品配送平台、检查预约平台等也相继上线。而上海也出现了首家智慧医疗服务平台徐汇云医院，自1月31日开通以来，18天内平均每天有210人次的专家在线接待咨询。减少这个患者就是说到医院来，减少不必要的往返，能够避免交叉感染。在医疗资源全面向新冠肺炎患者倾斜的时候，将实体医院的一些门诊功能搬到云端，让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咨询诊疗，在网上开处方，家门口药房就能拿药，保障了一般患者的就医权利。这就是我们的远程医疗机器人。上海瑞金医院也研发出远程医疗机器人，它可以取代医生深入隔离区，到患者床边进行查房、床边指导等工作，免去了医生得多次穿脱防护服、滞留在隔离区时间过长所带来的感染风险。同时，透过了 5G 高速度低时延的优势，现场的医生可通过机器人与在上海的专家一起会诊。这个是2月22号的 CT， 那么看看它的一个改善情况，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要一些口服的激素。做远程的会诊，那么小白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能将患者的实际的一个病情能够与瑞金院总院
跟我们这里的一个医生团队呢，三方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以及交流，为患者得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诊治方案呢，起很大的作用。在这场战役里，除了看得到的高科技，还有看不到的硬核力量。在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基于北斗系统的高精度定位设备火速驰援，确保工地大部分放线测量一次完成，为两座医院迅速施工争取了宝贵时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建设的时空基准和定位导航服务重大空间基础设施，提供着高精度点对点的时空服务。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无人设备成为了战役中耀眼的特种兵。截至2月10号，大陆重点抗疫防疫区域内集结了上百架10公斤至1.5吨的载重无人机，他们根据需求快速精准投送应急物资，将急需的医疗和防疫物资精准地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目前大陆全国共有2600个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全天候高稳定性的运行，服务可用性高达了99.99%，作为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坚强后盾。北斗系统全面融入了抗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续北斗系统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与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融合，创新应用模式。科技防疫不只被应用在医疗第一线，逐步复工之后的防疫工作也要靠它。请佩戴口罩，请佩戴口罩，请佩戴口罩。这是北京深哲科技公司研发的物联网加人工智能的疫情防控系统，一共分为3层。第一层是设置在公司门口的摄影机，它会自动检查每位进入者，一旦发现有人没戴口罩，就会自动警示。第二层是门禁系统，能够识别出戴口罩的人是否为公司员工。第三层是人工智慧系统，一旦锁定某人，该系统就能精准描绘出这个人最近30天的行动轨迹，从而精准防控。它提供了一整套基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分析。那我们有各种的传感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体感应的传感器，然后我们的摄像机有这个 AI 智能这个人脸抓拍机，也有我们的这个红外测温的仪器。重点人员要去隔离，隔离的时候也要去做电子封签的一个标记，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体化的整个的一个防控体系。这套系统已经入选了北京中关村抗击疫情新技术新产品服务清单，并在湖北等地投入使用。另外，中国电子集团旗下的中国电子系统公司基于国产的飞腾芯片和麒麟操作系统开发出疫情管控平台，该平台利用大数据实现对相关人员的精准画像，尤其是在企业复产复工之后，依托这一技术，系统能够精准地显示复产复工企业周围人员数量和聚集情况，对于异常的人员聚集快速报警。这个平台还能同时分析出10万家企业、1000万员工的活动轨迹，目前已经在浙江等地投入使用。依托我们中国电子的大数据平台，我们的敏捷数据中台做大数据的分析，对疫情对复工的影响，以及复工因为疫情可能导致的风险，做双向的数据分析。这是全球在关注中国的新冠疫情数字之外，更让美国媒体在意的部分。All moves that could propel China's high-tech push. I think these types of work and effort is further driving, you know,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y.And he, as well as other tech entrepreneurs here, believe that if there is a silver lining to this outbreak, Tyler, that it's their industry could become much stronger after all of this. So you mentioned something at the top there, people using your mobile phone or your payment device to track what you've bought as a signal to whether you're feeling well or not.
Yeah, that's right. Authorities here are now they want to identify cases tha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identify before. So now they're going to the drugstores as well as looking at people's purchases on their mobile phones in order to try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bought fever or cough medicine and then be able to identify who those other sick people might be. CNN 分析说，冠状病毒的爆发恰好是对中国科技产业的考验。只是大陆长期以来利用人脸识别、人工智慧跟其他技术打击犯罪、监视公民，在政府高举防疫的大旗之下，民众只得牺牲更多的隐私与人身自由。